我是管理层，然后我是管理层，然后我是军。那我现在介绍的是数字，数字它的规则是，像假如说看到这个，就是说正面如果写三，你就要有三个连在一起的，哦，不管在哪里，两个的也是，还有，还有那个直的，然后它如果说两个数，它有两个数字，就是两个要分开，像这样。 那这个也是这样，然后，哪些情况不允许？就是说，他如果写二跟二，就是你要有两组二，但是不可以连起来，像这样就是不行。然后，如果技巧就是，如果说他写三嘛，就有可能正常有状况，那他们三个都一定会在中间要涂色，所以就先把中间涂色。 然后大概像是这些就可以先做好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剪，就像这样，然后他这边就二，所以这两个要先填起来，然后这边一，这两个二要先填起来，然后这两个二也是，他这边写三，所以中间先填起来，然后剩下的就这个空格填一填。 这是死乘死的，刚刚那是，这是五乘五的，这是十乘十的，这是不是我解的？这是他解的，这蛮厉害的，我解不出来。然后有兴趣的话就把这个完成。没有，你让王爷玩给他们看啊。从最简单的开始哈。他这边说三嘛，所以说中间先把它填好，然后这也是三。 然后这边有三个跟一个，那就是这样，因为这三个连，这三个一定会在旁边，因为它不能，这里不行。啊，它如果说它的这个三在左边，就是说它在左边有三个，啊，如果它这边写一，就是在右边要有一个，那然后。 这边就要打叉了，因为已经填满了，不可能。然后这边要三个，所以这边有两个就把它连起来，这边也不可能会有。它这边写二那两个刚好空格，啊，这边也不会有了。这边一页，不行，一页，一页。然后。 你要告诉他们在哪里啊？好，你就到 Google 上面打那个数值。